非常之好啊，係上游心生，上游心生，景隨心轉。我哋有請潘超偉老師。早晨，我是潘超偉老師。看看大家的笑容先，我見到呢度有啲笑容啦。大家今朝有幾多位是第一次嚟聽幸福人生講座？啊，第一次嚟聽，在大部分都是再嚟聽過。咁咧，其實如果再嚟聽嗰啲咧，我諗你一定是之前咧你嚟聽過，你感受得好好，所以又再嚟，係咪啊？都係咁啊！咁啊，第一次你哋又點解嚟嘅？又訪問下先。會唔會人哋話好咧？我唔會介紹，即係你每嚟聽，你又覺得好好，犀利嚟。咁我咧就講咗嚟地呢一度咧，同大家共享係聖言智慧。咁啊嚟好多次啦。我都是去年尾我先再睇翻我每一次嚟都有做一啲嘅簡報嚇，咁、我先睇翻，哇！原來我2013年就開始喺度講啦，咁樣即係不經不覺都幾年啦。咁你見到我每一次嚟咧，其實我都好開心。其實我每一次嚟同大家共享，我都話：哎呀，每一次嚟咧，我都好開心有呢個機會，好感恩咧啊！居心嚟嚇，俾個機會我喺度同大家共享係聖言嘅智慧。咁每一次嚟，我又好感恩咧。我要喺即係感恩我恩師下馬一佑老師，因為如果唔係我嘅啱我學養生嚇，咁我亦都係一位老師啦嚇。咁我學咁時，如果唔係我嘅恩師咧，馬一佑老師咧，佢話俾我聽中華傳統文化係有幾咁好嘅，佢教我，咁令到我自己改變嚇，學養生除咗身體健康咗，係學咗中華聖言智慧。文化咧，我自己咧喺各方面咧嚇都好大嘅受益。咁我自己受益咗，我梗係好希望咧，我身邊嘅人啊都能夠即係能夠一齊受益，能夠將聖言嘅智慧咧能夠學咗應用喺自己嘅家庭啊、自己身上啊、你身邊嘅人啊，等大家咧都一齊咧揾到幸福。我記得我上一堂咧嚟講咧，上一堂應該一月份我哋有兩位老師由內地特登嚟嚇，佢係尖沙咀有大型講座。咁十二月份嗰次咧，我記得都係講關於即係幸福啊。早幾次係講即係講中國人，我哋要因為我哋自己係中國人而感到好自豪啊。咁我記得之前嗰兩次咧嚇，或者之前嗰幾次，我都同大家去共享。有陣時我哋對於老祖宗嘅文化好似唔係太認識，又或者好似知少少，好似發覺好似冇乜再係你好難喺坊間咧，即係周圍啲人都會去講啊，係少噶啦。因為其實小朋友學校咧，其實佢又學唔到，因為我自己做教書，我自己知啦，我教咗20多年噶啦，教廿幾年書。咁我知喺學校咧，其實好表面咁樣講下，咁其實講中華傳統文化，自古以嚟咧，我哋講個教字咧，《說文解字》入邊講個教係上行下效，其實係做出嚟嘅。所以以前係講教風，一個家庭入邊咧，長輩點樣做，咁仔女又點樣做，啊子孫咧點樣做，係佢跟你個嗰、那個你做一個模範出嚟。咁但係而家咧，我哋發覺咧係好多時都淨係口講。而自己身又做到另外一套，即係好簡單。舉例啦，你揸住個手機喺度撳下，跟住叫自己啲細路唔好玩手機啊。咁但係你自己揸住係咁撳喎，咁你點咧做一個榜樣俾佢去睇，去跟你咧去學咧？啊，你叫佢要孝順父母，你自己對自己嘅父母又對佢不聞不問，你點樣叫自己嘅仔女去孝順你咧？咁好多時係我哋忘記咗，以為教咧就係得把口去講。學校都是咁，我好即係好老實咁話俾你聽。咁唔係因為哎呀學校啲老師咁，因為其實我哋都知道而家其實老師佢都未必，因為我覺得我係好有福嘅人，可以學到中華傳統文化都係好有福嘅人。所以我哋作為中國人本身就已經係好有福嘅人，能夠成為中國人，中華傳統文化。我曾經以前咧
有同大家解過中國字，中國嘅繁體字，每一個字其實都佢背後一個字，可能好簡單講一個字，但係背後可以講一個大個故仔噶啦，嚇、啊，佢係有一大串嘅道理喺入邊嘅。咁你外國嘅文字係冇呢樣嘢嘅，但係中國字就係智慧嘅符號。身為中國人咧，中華傳統文化咧，我哋繼續再去睇啊，去我之前咧同大家共享喺啲關於醫學，因為我學養生，我老師教我好多關於醫學嘅常識啊。咁當然除咗醫學嘅常識啊，其他老祖宗嘅智慧咧都有同我哋去共享啊，去教我哋。咁所以我知道我哋其實老祖宗有好多好嘢，我只不過學得好皮毛，好皮毛咧我都已經係好受益啦。啊，咁啊，即係大家咧喺度慢慢就，其實真係你學唔完嘅，學唔完佢實在老祖宗實在太叻啦。啊、我們能夠學到點滴在我們生活上應用出來已經是非常之好的。今天跟大家共享這個題目呢，上游心生，景隨心轉。我想 這句說話應該聽過了，坐了呢每一位應該都聽過這句說話。究竟這句說話其實是講什麼呢、啊、你們覺得是、啊、上游心生，你們覺得 是什麼？我做了事都會是做得善事多，個樣子都漂亮一點，個相都漂亮一點，是不是都是這樣感覺？開心，對，開心，對，那麼景隨心轉呢？你們又覺得是怎樣？你們覺得景隨心轉？環境是受到心的轉變的，個環境受到心的轉變，個心是怎樣，個環境就怎樣，是不是？是的，今天其實就著這個題目去跟大家去深入去講一下。表面呢好像其實大家 都明白，都知道講什麼，但是今天真的我們去深入去講的時候，還有我稍後會給一些相片給大家看，是我很我即很近期我朋友拍到的相片，是一些的證明為什麼我們 要去行善積德。那按一按先下，麻煩按一按我拋款，我們看一看，上游心生，景隨心轉，再按一按吧，麻煩。那麼有一句說話是命由己造，上游心生，景隨心轉。那這句說話呢、是一個佛學 的典故，叫做無常經。無常經裡面呢其實 有出這一句這樣的說話。那 在佛學裡面呢，其實個相咧就唔淨止係講你個面相，其實所有你外在見到展現出嚟嘅嘢都叫做相。你所有你見到嘅啊，相由心生，你個心、你個念頭點樣咧，就會出現咗啲乜嘢啦。所有身邊你見到嘅，咁當然啦，個相亦都包括埋咧，我哋頭先有位朋友講咧，我哋嘅面相啊，你自己俾人個感覺，有啲人一行出嚟咧，你就好覺得好親切啊，或者啲老人家你會覺得話好慈悲啊，好親切，你好想接近佢，你聽佢把聲又覺得好舒服，你好想同佢傾偈，你覺得佢咧會有佢要有智慧可以幫你解決曬所有嘅嘢，係有啲會俾你有咁嘅感覺嘅。咁佢點解可以俾你有咁嘅感覺咧？亦都係嗰個人咧，佢不斷喺度修行，佢累積，其實我哋嘅面相，頭先六朋友都講得好好，其實係由我哋自己點樣去修行而去改變。咁再撳一撳先嚇。呢度咧想同大家講一講個故事先，喺即係同大家演繹咧，上游心生，景隨心轉。陪到還大呢個故事，有冇人聽過？聽過呢個故事嘅請舉手，有冇啊？好，仲有阿高太聽過，大家都未聽過，真係好啦，未聽過可以講，大家可以第一次聽。其實你上網咧打翻陪到你還大嚇，咁還大啊，咁咧就可以即係再睇翻詳細呢個故事。咁我今日係好簡略，即係藉住呢個故事咧去帶俾大家知道，上游心生啊，咁係點樣改變咧？陪到咧係唐朝嘅一個人嚇，咁佢有一次咧
佢就即係遇見個個算命先生。個算命先生望佢個相咧，就話佢即係佢相真係唔係幾好啊。咁我話佢誒即係可能會餓死啊，或者可能誒勞碌之災啊，即係唔好咁啊，提醒佢咧，你要行善積德啊，要提佢啦。咁其實陪到佢本身心地亦都好嘅，咁佢又好記住咧。啊！睇上先生咁樣提醒自己喎，好感恩佢咁提醒自己，咁佢就記住佢，咁啊依教奉行啦，就自己咧做好事啦，心地去諗好嘢啦。咁咧，佢有一次咧喺個廟度啊，咁啊佢去禀神啦，咁跟住咧個廟度咧見到有一袋嘢，咁嗰袋嘢咧，咁佢自己心諗啊，就一定係。有人留低咗咧一袋嘢，咁佢打開一睇，哇！入邊咧原來係有一條玉啊，即係玉啊，啊玉石嘅玉啊，玉嘅一條帶啊，一條帶入邊一條帶嘅，哇！咁原來好貴重嘅嘢，我一袋裝住嘅，咁佢知道咧一定係有人留低咗嘅，咁佢就喺嗰度，佢就唔行開啦，揸住個袋就喺嗰度守候，等個主人咧啊，等嗰袋嘢嘅主人嚟攞翻。咁佢嗰晚咧，個主人都冇嚟啊！都第二日啦。咁其實呢袋嘢係邊位嘅咧？其實就原來一位夫人咧，佢咧佢爸爸咧原來都喺牢獄入邊嘅。啊，咁佢嗰袋都係有心人，好心人咧去俾嗰個夫人咧去幫佢爸爸嘅。咁所以咁嗰個夫人咧，佢揸住嗰袋嘢，因為其實都好誠意，都好誠心啦，好感恩，就去禀神啦，去間廟度去感謝神恩啦。咁咧就等咗好耐咧，咁又諗住嗱嗱聲翻去係咪去救父親啊咁樣？咁啊太匆忙咧，就忘記咗嗰袋嘢。到佢記得嘅時候，再翻轉頭嘅時候咧，咁啊佢個夫人咧入個廟就好慌張啦，就哎呀，即係自己。因為其實都好貴重嘅嘢嚇，我諗佢真係好需要嗰筆，即係嗰筆嘅金銀兩啦，嗰筆嘅錢啊，去幫佢嘅父親。咁佢好慌張嘅時候，咁啊陪到就問佢啊，問嗰位夫人咧，你即係點解咁慌張啊咁樣？咁個夫人就話俾你聽，佢唔見咗一條玉帶啊。咁咧嗰個係要嚟救佢父親啊。咁咧陪到就問佢你用咩你係要揾咩裝住啊？咁個夫人就描述俾佢睇。咁陪到知道啊，呢個就係嗰代嗰玉帶嘅主人啊。咁佢就話咧，佢話我等咗你好耐啦，陪到話俾你聽嚇。你終於嚟啦，咁呢一代咧交翻俾你。咁咧過咗一段時間啦，又遇翻個算命先生。算命先生望陪到個樣，佢話：哇，你個面色變咗嘅咁樣。你將來一定咧能夠成為宰相，就我貴氣出咗嚟啦，將來一定成為宰相。咁咧，個算命先生仲問陪道：你做過啲乜嘢嚟呀？咁啊，陪道就諗下，我冇啊，我冇乜特別啦，冇乜特別話做過啲乜嘢。佢冇去刻意為咗，即係要刻意成日去諗住啊，我要幫自己咩？佢就好平常一個平常心啊，總之自己。記住咧，我要能夠做好事嘅時候，我就做好事啦，係嘛？咁咧，跟住佢諗下，會唔會係同我算命先生講，會唔會係就係我歸還咗嗰條玉帶咧？啊，我即係曾經有件咁嘅事啦，講俾算命先生聽。咁算命先生就話，佢話係啦，就係你呢樣嘢，即係嗰個善心，就係幫你化解咗你個災難啊！咁。就本來咧就話可能餓死啊，一個好差嘅相啊，咁就改變咗啦，啊變成咧可以即係一個宰相嘅個相啦。嗱咁呢個故事大家可以上網再去睇翻。咁呢個故事咧其實想帶俾大家知道咧，其實我哋嘅相咧點解話相由心生啊？我哋大家知道我哋嘅心咧，其實我哋嘅心唔係真係淨係個心臟嘅心。我哋好多時個心，我哋講緊個念頭，唔係即係話你個心臟。大家知諗嘢係用個腦諗噶嘛，係咪？咁我哋嘅心咧，我哋成日話個心，個心咧，其實個心咧係講緊你所有嘅起心動念，你嗰個念頭係講緊起心動念。嗱，我哋想象下，如果我哋咧成日都保持一個開心嘅樣，你好開心，你好開心嘅時候。你身體入邊咧嗰啲氣血咧，
就會好調和。氣血咧調和咧，你嘅五臟咧嚇，五臟六腑咧，佢都會運作得好正常嘅。你個人一路保持開心啊，咁你自然咧個人咧就容光明發。你個人開心咧，你自然就健康啊。咁你呢個內在入邊，你個內在咧就會喺個外在去表現。咁如果你成日咧個心入邊咧都係唔開心嘅。或者可能有些人咧就差啲咧就功於心計啊，諗乜諗乜啊，為咗自己嘅利益啊，佢可能咧就成日眉頭深鎖，要諗好多計仔啊，要諗好多嘢。咁佢一路喺度諗嘅時候，其實入邊嗰啲血氣咧就其實就阻塞啊。我哋講經絡啊，嗰啲血氣就會唔調和啊，咁個疾病就會出嚟㗎啦。咁你發覺現代人咧多咗人以後，有癌症啊，多咗有啲古靈精怪嘅病啊，係多咗咁有陣時唔係話呢個人咧就一定咧就梗係做啲咩衰嘢啊咩，係有陣時咧有陣時都可能係嘅，不過有陣時咧係自己有啲嘢睇唔通，所以今日嚟咧同大家去講一講就都好想大家聽完之後咧喺你自己個。你去看每一樣東西，去感受每一樣東西的時候，你用另外一個心態，另外一個角度去看，去將每一樣在你身邊發生的事都看成一件好事，一件是很美好的事。無論那件事是開心的，開心我們固然開心，你在個樣子都表現出來，譬如可能你新抱生了個孫，哇，好可愛啊！哇，抱孫啊，好開心啊！或者你仔女咧得到啲咩嘅成就啦、啊？自然你好開心，係表現喺個樣度已經表現咗出嚟。咁如果有啲唔開心嘅嘢咧，有啲唔順便嘅，可能家人得咗啲咩嚴重嘅病，又或者子孫有啲乜嘢唔好嘅嘢發生，自己憂好憂心就成個面孔都轉噶啦。咁我哋就要學咧。無論發生什麼事，你都要是一個很開心地去接受。你要知道每一件在你身邊發生的事都不是偶然的，每一件事的發生都有它的原因在你身邊發生的。我曾經講過蔡邕失馬的故事，有多少位知道蔡邕失馬焉知非的故事？有多少位知道的舉手？都很多人知道，有聽過，聽過我就不重複了，聽過不重複，我們繼續講其他的。如果其實有聽過，你就知道個故事，你會知道其實有時候你見到不好的東西未必是不好的東西，不好的東西其實它背後你就焉知非福呢，可能是一件好的事救了你，幫了你。我以我自己為例，我今年咧，頭先都介紹我係一位老師啊，我都教咗廿幾年書，但我今年就其實今年停咗啦。今年停咗落嚟咧，我爸爸都身體唔係咁好，咁今年都係出出入醫院，都好經常出出入入醫院。咁好在我今年係停咗落嚟，我又可以進入孝道，我可以成日陪住我爸爸，我可以用我學嘅養生嘅方法，可以幫佢做調理，我又可以咧。多了時間，我可以做更加多的好事，我可以積更加多的福。咁啊，積福咧係一定要積。陣間你會知道點解咧？我每次嚟咧，我都話好，好感恩我有機會有積福啊！所以我會係好開心有呢個咁嘅機會嚟。我陣間係有啲相俾大家睇，大家睇完之後咧，大家就會知道哦。因為唔係人人都有啲人有修練得耐咧，佢會可能有啲某啲功能啊，會睇到一啲我哋平常人睇唔到嘅嘢啊。咁我係睇唔到啲乜嘢嘅，我純粹我有時我就感覺，我係感覺，但我睇唔到嘅。呢個我陣間想會有相俾你睇。咁我哋再撳一撳先嚇，唔該，大家再撳一撳。喺康熙版嘅《四庫全書》入邊咧有提過，佢關於相。嘅內容咁樣，佢咁樣講，佢話七尺之軀，即係講我哋嘅身軀，成個人嘅身軀啊！你睇個人個身形啦，不如七尺七寸之面啊，
睇佢塊面都睇到佢面啦。你哋睇佢面咧，不如咧三寸之鼻，睇佢鼻知道，佢有冇福啊，佢有冇財啊，佢健唔健康啊？睇三寸之鼻咧，不如一點之心，你不如睇嗰人嘅心。咁我哋由呢一度咧，呢啲以前講上學嘅書，以前咧即係呢個人做唔做到官，其實都會睇佢嘅相㗎，睇佢承唔承受。以前係睇呢個人能唔能夠承受咁大嘅福啊，都會睇呢個人啊。以前做官咧，唔係為會睇，即係查家宅界啊，查你嘅嚇、你嘅祖宗啊，你嘅父輩啊，你嘅再上一輩有冇做過啲咩壞事啊？即係睇埋你嘅祖先啊，係個點樣嘅？即其實我都好講究嘅。咁我哋呢一度咧，我哋睇到，你個心原來係咁重要。就算我哋個樣生成點啦，有冇聽過話咧？細路仔嚇，或者到好年青嘅十零歲啊，依家到三十，我曾經睇過啲三十幾歲之前咧，都仲係即係父母啊，又或者你嘅祖先留落嚟，總之你跟父母咧個樣，父母點樣收得好唔好，就俾咗個咩樣個仔女。啊！咁但係到之後啦，可能三十幾歲之後啦，跟住餘下落嚟嘅日子咧，你靚唔靚咧？你俾人個感覺長長和咧，係自己收翻嚟嘅。可能嗰個人年青嘅時候，可能見到人哋見到都好，好似陪到咁嚇，啊望到佢樣啦，哇餓死啲樣啦，會有再和嘅樣。但係過一段日子咧，佢自己收得好嘅時候咧，變曬啊！咁啊～往後嘅，即係好似而家我哋在呢一度咧，除咗我見到後邊有位年青人啊嚇，佢咧就仲係父母咧留俾佢嘅，咁咧其實在咧，我哋係靠我哋自己收翻嚟，啊咁咧，其實個人嘅個樣咧靚唔靚咧，唔係睇佢個幾大個鼻幾大對眼，其實你係憑嗰個感覺，你睇佢個心，佢個心靚唔靚？亦都係睇我你自己。如果自己嘅心靚嘅話咧，係自己。你想知道自己心靚唔靚咧，就係你去望每一個人嘅樣咧，你都覺得靚嘅話，你嘅心就靚。如果你去望咧，呢個唔係幾靚，嗰個都唔係幾靚，呢個又唔好，嗰個唔好，啊，咁你就可能你個心咧，有啲嘢 keep 住啦。你未真係就可以做到。如果你發覺有一日嚇，我哋不斷修練自己，你發覺有一日你見到所有人樣。都咁靚嘅，個個都好靚嘅，哇！咁你咧就你功夫到啦，啊！咁我相信咧，即係呢座咧好多位咧嚇，咁咧誒，你嘅宗教信仰啊，咁其實都係叫道人向善。當我哋個心善良咗嘅時候，你無論望到啲乜嘢，你都覺得係好嘅嘢，見到乜嘢事都係一件好事。我哋又再咁樣近睇一睇先啦。咁呢一度咧係我老師教我養生老師，亦都係科學家。佢除咗學中華傳聞，但佢真係一位科學家，因為佢其實都有一啲嘅發明啊，其實都係國家，即係國家真係頒獎俾佢啊。咁錢學森教授咧，應該大家有聽過啦。錢學森教授係我哋中國嘅航天之父。咁研究我哋中國之所以航天技術咧，我哋可以有哇天宮一號啊，天宮二號啊。我曾經有一次講過咧，話以前嚇國際太空站咧，中國係想申請嚇弟子啊，申請咧都想加入埋國際太空站咧，係其實喺個太空入面咧，有好多國家，十幾個國家，大家都即係有份嘅喺上面。咁佢有個國際太空站咧，你就可以。即係呢個國家可以收到，你可以即係好似我哋好簡單，我哋嘅層面，我哋嘅層次去理解，我哋最日常會用 GPS 啊嗰條路啊去點樣，即係我哋要收信號噶嘛，我哋簡單咁講。咁當然啦，從軍事啊，從嗰啲咁樣角度去睇咧，其實就係話非常之重要，睇下呢個國家安唔安全，都其實要靠嗰啲嘅信號去接收嚇，有冇人咧？想對呢個國家想做啲唔好嘅嘢啊，其實要靠啲信號接收。但係中國就一路咧申請咧，其他國家都唔理中國人，唔俾看似一件好嘅事。中國咧咪得起心肝，
我咪自己努力咯。所以而家咧，中國有天宮一號、天宮二號上去。將來我話俾大家聽咧，國際太空站咧應該喺2020年咧，因為其實有限期嘅，即係好似人嘅身體啦，你有個期限，所有嘢都有個期限。咁佢就會跌落太平洋噶啦，就唔用得噶啦。咁到時咧，全世界咧只有我哋中國嚇有我哋自己嘅太空站。是我哋中國，所以而家咧係好多外國嘅科學家都好想同中國嘅科學家合作，知道我哋強於你。咁你即係我哋諗下，如果嗰陣時唔係佢哋個個都唔俾我哋入，我哋又好慘，我哋又就冇今日嘅我哋自己，我哋唔再需要擔心嚇，我哋有我哋自己嘅太空站。係啊，講得咁遠，呢個其實我頭先咧就講想講自學心嚇。咁我老師咧佢教我哋養生咧，咁我哋個技術咧，好大部分理論咧都係錢學森教授嗰度嚟嘅。咁錢學森教授佢其中講人天風學術思想呢度同大家共享下，就係佢話人體與人體、人體與萬物所有嘅嘢啊，包括張台、張凳都係喎，嚇個燈啊、風扇啊，所有嘅嘢啊，人體與宇宙之間信息是相通的，大家都有信息的交換。即係你愛唔愛惜呢張凳咧？你如果好愛惜佢咧，佢可以用好耐、好耐、好耐都唔使剩。你一路咧，你唔愛惜佢啊，你好討厭佢咧，佢好快就會好快壞。啊，如果你好愛惜咧，有啲人嘅屋企咧，發覺哎呀，可能你買你間屋買咗幾多年啊？啊，我住咗廿年啊，哇，咁新淨嘅！咁你就知佢有幾愛嗰個家啦。如果你越愛錫咧，你發覺可以保存嗰度好耐都好好嘅，而且是無限開放嘅，開放唔係開放的，係開放的，開放嘅打錯咗個字啊，係無限開放嘅。啊，即其實你俾幾多，你收幾多，冇話一個限制嘅，你可以俾好多，你俾好多愛，你又收翻好多愛，係冇限制嘅。咁呢個係錢學森咧，佢晚年研究人天觀。我哋中國係講天人合一，因為我哋中國人講天人合一。外國人可以喺度研究緊點樣天人合一，但係我哋中國，我哋自古以嚟已經講緊呢樣嘢啦，已經講天人合一噶啦。啊，我哋孔老夫子嘅時候咧，都已經講緊係呢樣嘢噶啦。我哋點樣做到天人合一咧？我哋點樣跟從呢一個道而去做？去我哋個人生去點樣去行咧，就係跟從呢個大自然嘅道，跟個道去行。我哋又撳一撳下，咧有條片俾大家睇咧，係我琴晚收到。其實呢個 PowerPoint 都係琴晚，我嗰時咧都係好慢水先整嘅，都有個好處嘅嚇，係有陣時我都不斷喺度進步。有時咧去到，我哋又要講啦，我前一晚咧。咁我去整咧，我又有啲諗到啲乜嘢咧，配合到今日想講嘅嘢咧，啊咁就諗咗出嚟。咁條片我琴晚收到，俾大家睇一睇啊。做咗黑咗咧，你傾一傾就得啦。識唔識燈盲啊？識唔識燈盲？咁喺呢度咧係啲魚嚟嘅。唔好批住嚇，我諗下講講先。魚咧，大家有喂過魚㗎係咪？咁你都係可能你屋企有魚缸。或者你可能去出面咧，你有時見到啲水池啊啲地方可以俾你準備餵魚嘅時候，你咪抌啲嘢落去餵魚咯。但係咧，你魚你冇諗過會好似寵物咁樣，你屋企養只貓貓狗狗會喺側邊你擺啲嘢，然後佢就過嚟食噶嘛，好似識聽你講啊。你睇完之後，你會發覺哇，咁神奇嘅啊！我你撳一撳下唔該。好短嘅啫，因為我收到條片都係咁短嘅。
嗰啲魚咧，好似知道啊，你餵佢喎，仲係唔同嘅喎，你食完一日到你食，其實唔同嘅魚嘅。如果即係細心長命嚇，唔同嘅魚輪住啊，你食完一到你食啦，到佢食啦，咁係知道咧，有人餵佢喎，係識得，你識得透，你識得透到佢唔驚人。一般嚟講咧，魚咧其實都會驚人嘅。你試下你擺隻手落去，或者你近啲，或者魚缸，你發覺啊，佢即刻游走噶啦。即係我哋正常我哋見到嘅時候，其實佢都會驚人嘅，好快游走噶。咁但係咧，誒呢啲魚又佢又唔會驚人喎，佢又知道你餵佢喎，啊咁啊佢會過嚟食嘅。所以當你咧有陣時我哋睇啲嘢咧，你點樣睇？你當你睇身邊嘅嘢，明明都係好嘅嘢嘅時候咧，你發覺佢就真係好。你記住今日講下啊，上頭心生景從心轉，你個心咧，你見到咧係每一樣嘢都好嘅時候，就真係發生喺身邊嘅事，每一樣都係好嘅嘢。我哋再撳一撳啊，唔該。我俾同大家共享啊！呢個就係我啦。俾啦，我啱啱早前咧，我都係啱啱翻嚟，我之前嚟咗泰國，今日19號，我14號夜晚翻嚟嘅。咁我喺泰國都，我有一班朋友，咁佢哋咧佢有佢哋嘅宗教啦。咁佢哋咧其實之前都邀請我同嗰啲一齊去放生啊，去其實都係即係做一啲好事啊。咁有陣時去遠嘅地方，我冇辦法同佢哋一齊去啦。我之前翻工，譬如呢個時候，如果唔係我今年停咗，所以我今年停咗落嚟又好好喎，我可以參與到好多嘢係我平時我做唔到，我其實好感恩啊，能夠今年停一停落嚟，係喺我個人生入邊咧，有好多時候我哋係俾咗錢咧牽住走，都有人話我好傻啊！我有一個好高嘅職位停落嚟，我人工都好高㗎，好高嘅職位。咁咧都好多人話：哎呀傻！咁但係你要諗下，我積翻嚟咧，我嗰啲福係你錢買唔到嘅，係福先至係真係真真正正幫到嘅。錢咧可以一夜之間冇曬嘅，錢可以俾人呃咗，你可以疾病，因為疾病冇好多錢嘅。但係福咧，你自己儲落嚟嘅福咧，就真係你嘅，冇人攞得走啊！咁咧，你個福咧自己享唔曬，你仲可以俾你想俾嘅人，你可以俾你嘅家人。啊，所以我哋有一句説話，中國人有句説話咧，喺應該係太上感應篇啊，積善之家必有餘氣，啊，積不善必有餘殃。積善之家必有餘，你呢一家人一路都係做緊好事嘅時候，啊，有餘氣，你不斷都會有好嘢用唔曬咧，仲有剩咧，仲留俾下一代。呢啲真係儲落嚟俾自己嘅。咁積不善咧，做唔好嘅嘢咧，嚇有時啲人話：，佢都做唔好嘅，點解好似見佢佢今世都唔係啊？都好似都仲過得好好啊？其實你表面睇到過得好好啫，佢背後我曾經有一次同大家講過咧，你有時你見到啲。或者一啲嘅明星啊，或者你見到啦，你傳媒嘅嘢，你有時睇下，其實就算啊，傳媒嘅嘢唔係全部嘢都百分百，好多時傳媒咧，俾咗啲政治操控咧，你唔能夠睇到一啲真正嘅嘢，真正嗰面咧，你點樣可以睇到咧？係你親身去到嗰度咧，你自己去用你親自用你對眼去望，你自己去感受，咁嗰個就係真噶啦。有很多時候我們看到呢那些報道呢未必是真的一面，這個是我自己的親身感受，我去告訴大家聽，很多時候傳媒有些東西都是不報道。在我之前呢跟大家說中國有多少多少好東西，我說中國在紐西蘭地震啊，又怎樣幫中國人的中國領事館啊怎樣幫啊，在日本呢用大雪啊，下北海道機場封啊，中國領事館又點樣去幫啊？你發覺你冇，好難揾到呢啲新聞，或者冇乜點播，或者可能有啲報章係有，但可能啲角仔，但唔好嘅新聞佢哋整得好大喎。啊，一啲即係對人都冇幫助嘅新聞，佢整得好大。咁應該咧，令到我哋中國人自豪嘅新聞，令到我哋愛祖國嘅新聞咧，令到我哋愛自己中國人傳統文化嘅新聞咧。你就發覺咧，可能好細，或者我可能選擇咗唔報道啊。咁呢個大家注意啦。我點解會知咧？係真係我係親親有啲地方啊，親親去睇過。我可以話俾你聽，唔係咁嘅喎，原來係佢有另外一面喎。
咁呢個要講，仲要講好耐。咁呢個我想話俾你聽嗱，我會有做呢啲嘢啦。我再撳一撳下，仲有幾幅圖嘅。好啦，嗰頭放完咧，就驚佢唔夠飽，再喂下佢先，喂飽佢嗱。咁你自己又走啦。咁你都再俾人捉翻咧，就唔關我事啦，係你自己嘅因果啦。即係我已經放咗你啦，啊，我喂飽埋你啦，咁你就夠力去遊走啦。啊，咁啊，每所有所以相信因果，相信因果就基本上唔會做壞事。如果個個人都有一個因果嘅概念喺度咧，其實因果咧唔係咩迷信，即係大家諗，我哋叫小朋友，喂，你要努力讀書啊，你先有好成績。咁你唔努力，你唔去俾心機讀書，或者我哋翻工，你唔去翻工，你又點會有錢呢？你唔努力讀書，你又點會有好成績呢？呢啲都係因果㗎，你個因咪就係努力讀書咯。等於我哋落雨，出面落緊雨，你唔擔遮啊，咁你咪揼濕咯，咁唔係因同埋果咯。所以因果咧就唔係一樣迷信嘅嘢，根本係實實在在好方便嘅啊，因同埋果。咁我哋又再撳一撳睇一睇下幅啊！我都會打坐啦。我曾經話過俾大家聽咧，我朝頭早好早起身嘅，5:00。咁我養生老師話5:00咧嗰陣時咧，一日有24小時，就係24節氣。我知唔知一年係有24個節氣㗎？啊，尋日都係一個節氣喎。知唔知琴日咩節氣啊？雨水啊！係啊，雨水哦。琴日有一個節氣，我哋一年有24個節氣，一日有24個小時啊，就對應翻咁5:00咧驚蝕啦。驚蝕大家知道驚蝕咧啊，就算冬眠嘅動物都要起身啦，啊要醒啦啊，咁咧嗰陣時咧5:00咧，大家都應該係要醒啦啊，咁所以咧我哋都嗰陣時啊嗰段時間咧，我就會起身啦。有陣時可能早少少啦，或者5點啦，有陣時可能晏少少啦，即係有時半咧，可能都差唔多6點啦咁樣都會有嘅。咁我起身見即係配合翻大自然，咁我自己都會令到自己嘅心定下嚟，要靜下嚟。其實呢個都係需要做嘅。我哋有陣時每日都好忙碌，好忙碌。我今日咧，我帶咗位好朋友，我好朋友一齊嚟，佢陣間都會帶大家靜心下啦。咁有一段時間靜心下。咁靜咗個心落嚟咧，個心定下嚟咧，你先至可以睇到更加多嘅嘢。有一次我講中國字嘅時候，講個忙字咧，隔離咧係一個死亡嘅亡。即係有個邊行啦，啊樹身邊啦，跟住隔離一個忙噶嘛。當你太忙嘅時候，你個心咧一路隨個景轉，唔同嘅景出現，你個心一路跟佢，哎呀唔好嘅嘢，你就唔開心啦。一路跟個景轉嘅，轉過你雲何何咧，你都冇辦法定落嚟，你冇辦法去諗我呢一刻或者我下一步。所以你發覺咧，有時有啲人咧就會哎呀好掹緊啊，就佢一路俾個景帶住轉，你見我今日嚟好開心啊！你感受到我好開心，感受到。但其實我都係我馬鞍山過嚟啦，搭好長車，今朝早起身過嚟。不過其實我朝早都早起身嘅，搭好長嘅車程過嚟啦。咁但係咧，仍然好開心嘅喎。我唔係話嚟到，哎呀，我有人工收，冇喎，仍然係咁開心嘅喎。啊，嚟到同大家去共享個智慧，知道哎。我講完咧，可能多多少少大家有啲嘢得著，大家就會改變。見到你哋開心咧，見到你哋有得著咧，我好又好開心。咁靜心其實好重要啊！早晚能夠抽下時間咧，都俾自己，或者你中間，當你自己尤其是你覺得你脾氣想出啦，嚇有啲嘢事好唔開心啦，準備想鬧人啦，見到屋企咧，通常我哋你要留意一下，通常咧。你發火的對象都是家人，或者你另外一半，其實是最愛你的。你的另一半是最愛你，跟你一起走這個人生路，或者你屋企的，你的仔女，你看到他好像這樣做得不對，那樣做得不對，屋企發火的人的對象是屋企，你真的很不抵，即是你留意一下，你不會跟你的朋友去這樣發火，但你會跟你的家人，你會跟最愛你的人去發火，咁啊真係，其實真係一個怪君啊！其實真係好唔應該。咁你其實當你，所以點解要修行？你修行咗之後，你就會你嗰個智慧，你嗰個警覺性咧，你悟性提高咗，你會察覺到啊！
你會察覺到我呢一刻，誒，我咁樣唔得，你會自己回收，即係唔係話我都會，我有時我都會自己會，我都會唔開心嘅。間唔中有時我都會啊想發脾氣。不過當你不斷修行，我嘅得著係咩咧？我一路進入，我察覺得快。比起以前你完全唔知道，咁叫火燒功德林啊嘛。你以前咧都察覺都察覺唔到嘅時候，你平時話點收點收，係一哇發火啦，乜嘢冇曬啦。咁你收得幾好都係假嘅。咁但係你不斷去每日提醒自己，所以點解要嚟上堂咧？你落唔落嚟上下堂？啊！上下堂，你不斷提醒自己，我攞唔攞嚟講下課喎？我又都係話緊俾我自己聽。啊！一路都提醒自己，咁咪要去收咯。當你收得好嘅時候，你發覺你可能啲習性咧，仍然都可以有啲習性，但係你不斷一日嚇、啊，今天比昨天好啊！咁你即係每一日都做到今天比昨天好，咁你就一路提升緊。咁你又發覺當有一日，我頭先講你個心。你發覺見到所有嘅人，哇都咁靚，見到所有身邊你發生嘅事，你都覺得係一件好事，好似坐擁咁，好啊好啊好，咁你就哇好到家啦，你嘅修行。我哋又繼續撳一撳睇，再撳下一張啊。呢個我想俾你睇我嘅，但係我揾唔到我嘅相，我就揾咗我好朋友。你其實呢度見到嘅全部都係我好朋友。呢一位咧，雖然佢係黑人啊。佢雖然皮膚黑，即係如果你有同佢，即係如果佢有嚟，你會感受到，你就感受到佢嗰種磁場好好，身邊非常之好好嘅人，你係可以完全係可以感受到嘅係。咁我俾你睇呢幾幅相都想俾你知道，點解我可以咁開心？就算我那班朋友嚇，即係我係一個咁嘅人咧，我身邊都係嗰類嘅朋友喎。即係大家如果唔係修行嘅人咧，嚇，咁佢會覺得呢班人好傻嘅，咁禮拜日做咩？佢仲要自己可能自己揞埋銀包咁樣去做一啲又冇著數嘅嘢嘅咧，即係啲一般人會係咁樣睇嘅。咁佢哋係唔明白我哋當中其實我哋嘅德相係好難的，起碼呢一種嘅笑容，呢一種嘅幸福嘅感覺咧，呢一種嘅笑容，呢種開心咧，係你用錢係買唔到。仲有一樣嘢係健康，我曾經共享過健康，就係我以前咧嗰間學校啊，好多人請病假，經常咧要特登請一位老師咧。就係幫呢個請病假啊，睇呢個，嗰請病假睇嗰個，係特登要請一位老師嚟，因為太多人請病假。咁當然都有啲人佢要進修啦，咁呢位老師又可以睇啲進修嘅。咁啊，我自己試過回想，有冇邊個未病過咧？嚇，將每一位同事喺個腦嗰邊去諗下，都基本上冇，個個都係病。而我睇翻咧，即係當你靜落嚟咁樣去比較時，睇翻自己，哇！咁我好好喎。我成年都冇病過喎，就算有時可能少少想作感冒啦，因為呢頭咧作感冒，自己覺得少少感冒，嗰頭已經好翻啦。你自己察覺到之後咧，可能咧就著多件衫，或者飲翻啲姜湯，已經轉頭已經好翻曬啦。咁人哋可能又要俾錢去睇醫生，又要食好多藥，仲要傷到身體。咁你咁樣去比較，邊個賺呢？即係自己要有悟性，要去識睇嚇，唔係真係嗰啲你睇到嘅實質嗰啲嚟賺，你睇到嘅嘢都可能會嗰啲好容易冇咗嘅，更加大嘅財富嚇，就係你睇唔到嘅嗰啲嘢，嗰度先至係更加有力，嗰啲嘅財富甚至係可以幫你避免咗意外嘅發生，有意外嚟嘅話都幫你擋住，好似我頭先講賠到嗰個故事咧。其實睇上次生都，佢可能會遇災，即係災害啊！佢會餓死啊！咁佢執翻嚟嘅福咧，其實就幫佢擋咗啲唔好嘅嘢啦。所以呢個先係好重要嘅。我哋睇下一張啊！再撳一撳下。咁我今次去咧，感覺到咁佢哋有個好大嘅法會啦。咁好多人咧就點燈啦。咁當然有好多法師嘅念經啊。我陣間先俾你睇點解我要俾，因為我要俾幾幅咁嘅圖你睇，你先會明白啲嘢。
啊，再撳一撳下一張嚇，睇一啲人嘅多，再撳。啊，全部都你見啲燈，每一盞燈有一個人，多唔多啊？多啊！每一點就係一頭先嘅一盞燈喎，係一個人喎，再撳一撳啊！你睇下誇唔誇張？你由飛機落嚟見到城市咧，都係一點點嘅燈嘅啫嘛。你睇下呢度幾多人？咁你上可想而知個力量有幾大？當一班人嘅時候，所以嗱，你喺屋企，你喺屋企嚇，可能你念經啊，你有宗教嘅信仰，你喺屋企，你修行都係喺屋企，唔及得你能夠一班人聚埋一齊做，尤其是做一啲有好嘅事啊，有任何嘅義工，所以我哋呢度嘅義工咧，其實都嚇儲緊好多個福噶，嚇次次咧或者大型嘅聚會啊嚇，或者呢啲咁嘅嚇比較小型啲嘅聚會，每一次咧都參與咧，其實咧嚇好大嘅得著就係，即係我哋唔係講你見到嗰啲錢，係個福啊，你一路同自己儲緊。咁我哋好多時嘅人做好事啊，其實你發覺我每一次嗰啲人，哎呀你要做好事啊，即係要積啊要積福啊，係當感受到嘅人咧，自己感受到你就會好着緊，哇知道呢樣好嘢。好想告訴身邊人，喂你做吧你做吧，但是有些人就說我做了我不覺得，我又看不到，又好像 都是這樣而已。我有個朋友呢，他是修行了很久的，那你知道有些人有第二功能你聽到了，他會看到一些我們看不到的東西，他甚至乎呢，他同是一個人揸相機，他揸個相機拍出來的東西和我們揸相機，就算揸同一部相機，我們拍不到的東西他會拍到給我們看的，那這個非常好啦。那天呢，就是那個法會，他就放一個相機在我們的頭殼頂拍下我們每個人，因為其實每個人呢，他就說是這麼大的場，這樣的能量場，其實我們不單止套用在這個宗教，所有的宗教，我告訴你所有的宗教，就算基督教，就算是信耶穌，所有的宗教呢，其實當一班人呢同一個很善念的時候，你就會其實一個很大的能量場，這個也是很科學，是一點都不迷信。那個能量場呢，我們大部分人我們的修行會去到 一定 的程度的時候呢，我們對肉眼，我們的肉眼，我們的凡夫的肉眼呢是看不到的，那我的朋友呢，他打個相機去拍天空，鏡頭對天空，他會拍到，係陣間我會睇一啲嘢啊。咁佢唔用，佢用相機係想拍俾我哋睇嘅啫。佢基本上佢肉眼係睇到嘅。咁佢睇到咧啲法師上面落嚟嘅嘢咧，同我哋一般人落嚟嘅嘢唔同嘅。啊，法師落嚟嘅梗係哇靚好多啊，多好多啊，靚好多啊。咁我哋一般人咧喺，即係接收到嘅上面落嚟嘅係咩咧？你再撳一撳，你見到一點？我唔知道，其實應該仲有嘅，但可能個 projector 會唔會熄曬啲燈，個效果會好啲咧？睇下可唔可以熄或者熄咗啲燈？啊，會撳幾睇多幾點啊？係嘛？你再撳一撳啊！再有幾幅㗎？六點。係啊，你再撳一撳下一張。還有這張會清楚一點，其實不同人有不同的東西，多還是少都有不同，你會看到一點點的，在個天空那些都是落下來的，再按一按，你看到很多點，整天都有的。這個呢，你不要說搬到死你買行的，就是做過什麼， 我不需要做這件事，我都不會做這件事，如果我做這件事，我去騙你的，我不需要整理衫，我不需要叫大家可以做好事，這些全部都是真的有部相機，普通不要說加個什麼效果去做，其實給大家看就知道，大家平時我們看不到的模樣，你在做好事的時候，你在積緊的時候，你有些東西實質到給大家，讓大家起個信心，我是想給大家起到個信心，你繼續做吧，你繼續做，其實有的，其實是是有嘢俾你噶，係。我再撳一撳咧。嗱，你見到有啲係多啲嘅，啲係少啲。大啲啊，細啲。係啊，再撳一撳咧。嚇，麻煩再撳下一張。呢個好清楚啊。係。好熱亮嘅嗰日。係啊，一粒粒咁樣落嚟㗎。
再撳一撳啦。呢個咧，我朋友嚇，佢部電腦度將其中嘅即係一兩粒啦，將佢放大喺個電腦度放大，然後你見到有啲影啊，佢揸住部手機影個電腦啊，因為電腦佢放咗咁大，影個電腦將佢放大咗，其實就咁樣。你見到仲有啲電腦嘅 keyboard 啦，因為佢電腦度放大，然後佢揸住自己部手機去影，跟住 send 出嚟啊 ，send 出嚟俾我哋嘅，話俾我哋睇到。咁啊，再撳一撳下一幅咧。你有冇見到？呢個係我嚟嘅，我又將張相放大，我唔放大，你點樣睇得清楚？你有冇見到啲光？你睇下我，見到喺邊度啊？啲光？頸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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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頸嗰度係啊，有個圈啊，有個圈啊，頸嗰度係啊，係啊，個光圈啊。呢、這個我話俾你聽，冇加光，我睇住，因為呢個係即係前晚我同佢哋一齊打坐嘅時候，咁同一部相機其實見到好多幅唔同嘅相嘅，啊，咁唔關唔係話哎咁啱鏡頭嗰度污糟啊咩，係唔關呢樣事嘅，啊，因為影有其他相咧，啲相又冇嘅咁樣，你係會見到當其實嗰陣時我都化咗個圓夢。我呢個願我都可以喺度話俾大家聽，其實我都喺度心入邊等緊一間合適嘅學校。我唔想停咗唔教書，我係好想再教翻，但係我有我自己嘅理想，我好想揾到一間啱嘅學校俾我自己。我喺當時喺即係嗰度發現，咁我想推，我好想推一啲我覺得係真正幫到人嘅。嘅一啲，我有我嘅教育理念，我好想我就等緊啦，我發呢個願啊，即係俾一個機會我揾到一間啊好嘅學校，能夠俾我去推啊推我想推嘅嘢，然後一間學校，我諗個圖諗得好大，一間學校影響另外一間學校啊，即係睇到個轉變，睇到好啊，跟住一間，然後見到哇，全部咧啲小朋友咧都好開心。好健康，啲家庭個個都好幸福，世界好和諧。我係有，我都發咗呢個願，所以我估咧嗰點光係因為我呢個願啊，一個好大嘅願，要有啦。我自己咁樣去理解。好咁啊，再撳下一幅。好撳翻呢個，上一幅先，上一幅先，繼續上一幅先。呢個我陣間介紹我嘅朋友出嚟。去到呢一度咧，頭先嗰幾幅相咧，因為其實我諗咗好耐，我諗緊俾唔俾大家睇，我諗咗好耐，諗咗會唔會有時信就話信咧，有啲人未必信咧，就話中文師你會壓我，整埋呢啲相有冇啲加工過，所以我其實我諗咗好耐，但後屘我諗下，冇啦，我係用個真心去俾大家睇，我都好。即係呢度我都話俾大家聽，我冇做過任何嘅手腳，嗰啲相咧就係真真正正你見到嘅。咁我個朋友就話俾我聽，我頭先咪話咧喺天度會跌好多，咁佢就話啲福嚟嘅，咁我哋都相信啲福啦嚇，或者係啲能量啦咁樣落嚟嘅。咁我朋友話俾佢聽，佢話佢睇到有啲人咧，因為佢唔需要用相機，佢用眼睇到，佢話有啲人咧係落唔到，因為咁樣落嚟咧，咁落到個人咧就唔見咗㗎啦。咁即係你收咗啦，落咗人就唔見咗。但係會有啲人咧落到嚟就好似咧，好似你有個罩，佢係就側邊線走咗，落唔到個人度。喺兩旁咧係線走曬，喺天氣一落，因為你成個牆咧嗰啲能量牆嚟噶嘛。咁佢梗係一落嘅時候，其實如果咁多法師念經啊，咁大家一路靜心啊、打坐啊，嗰個能量係哇強到不得了啊！咁多流落嚟嘅時候，哎呀！呢位朋友坐身坐地先睇過，唔緊要。頭先嗰幾幅好精彩，唔緊要，遲啲上我哋或者問翻佢哋。咁咧係有啲人係真係側邊係收唔到嘅，線走咗。咁呢個咧我自己一個好親身嘅經歷，我唔可以同你話得咁詳細，但我自己話俾你聽，我見到嘅我自己經歷係有啲人咧，你就算好。嗰樣嘢好好啦，如果佢福佢真係佢平時冇儲開，佢個福唔夠嘅話，你幾好嘅嘢，佢一係有啲障礙㗎，佢一係唔相信啦，
佢一係就唔知點啦，或者譬如好似今日大家能夠嚟到嚟聽咧，都係一個福啊，都係大家嘅福氣，先至可以嚟到呢度，唔係人人都嚟到噶，或者唔係人人，你有啲人你叫佢，佢就會抗拒啊，佢個福嗰下未，即係你能夠有啲好事啊，你能夠有份因為參與，都係你有翻咁，你積到啲福，所以就唔好錯過任何你能夠積福嘅機會。有，只要你能夠抽到時間，只要你仲有能力，哪怕多多少少，你能夠做嘅你都去做。啊、真係頭先我幾本相俾大家睇，亦真係收到。亦都我朋友話俾我聽，都有啲人真係收唔到㗎。咁我問準過我朋友嘅，先至俾大家睇嘅。我俾基本上俾同大家共享下，我話呢個都係一個好俾大家去建立嗰個信心。咁我陣間落嚟咧，我又想邀請咧我另外一位朋友咧，我嗰位朋友咧就係佢係我認識佢啊。你陣間佢自己講，佢有好多年幾多年咧？陣間佢自己講，就一路默默咧喺醫院咧，去幫末期嘅病人咧，去按摩啊，去幫佢啊，即係義工咁樣去幫佢哋，等佢哋咧臨尾呢段時間咧，能夠減少身體嘅痛楚啊，同佢哋去開導啊，同佢哋嘅親人去傾偈啊，咁樣風雨無間，就算新年咧，佢都會去醫院去幫。咁我能夠識到佢，亦都係我嘅福氣。咁所以咧，我今日請佢哋講，其實咧，我都係因為尋晚定前晚，我就 send 一個短信佢，我不如今日你又嚟講啦咁樣。我個題目就係咁啊！我一諗就諗起我呢個朋友，哎呀，好好佢又嚟共啦，因為佢都係一路係好做咗好多好事嘅，係一路默默咁咧去積緊嘅。咁佢嚟講翻個感受俾大家聽，係非常之好嘅。咁我又請佢嘅朋友阿 Simon 好，鄭德華嘅嘉宾。係啊，呢度就簡單介紹咗我啲朋友咯。我交個麥俾你。多謝各位。早晨先，早晨，早晨。咁好多好高興今日企喺度，能夠大家分享一啲個人 case 或者係我自己嘅感受，或者係我嘅理念啦。咁啊，潘老師就話叫我哋分享啲 case 咁，定其實好似正話剛才潘老師講話嗰個叫做咩心隨境轉或境隨心轉啦咁樣。咁呢個就一定係噶啦，但係其實case 係有嘅，但係其實最重要咧，我哋點樣去睇我哋嘅心？無論個心係由境轉，因為我哋心係轉個境都好啦。咁係點樣轉咧？或者我哋點樣去俾個境轉我哋咧？我想今日咧，其實最主要個 point 係我哋點樣去 keep 住一個 peaceful mind， 即係一個平靜嘅心態去面對我哋周遭發生嘅嘢或者人事物咧咁樣。所以我今日最重要就係想同各位分享啲自己嘅睇法同埋自己個經驗咯。咁今講個心啦，咁其實大家知唔知個心點嚟咧？咩叫心？有血咯，有紅色嘅血咯，有黑色有紅色咯。呢個係一個肉團心啊！但係我哋講嘅心態，我哋嘅心態講我哋嘅 mind， 即係我哋嘅係我哋嘅係我哋嘅心。其實心咧，用一樣叫幾個説話嚟講係心境由心有境，我哋先有心。心有心之後先有念，有念之後有想跟我哋行動。所以其實我哋存咗咩心態咧，就影響到我哋個行為，我哋對事物嘅一種反應。所以其實我心咧就好緊要嘅。咁或者今日咧又所想話同大家做少少嘅練習，睇下大家對我哋心有冇一啲反應啊？咁。首先我想同大家做一個簡單嘅一個症狀就好嘛，然之後咧，我就會同大家唱只歌仔，
咁叫錄到小人曲，咁唱一兩句啫。咁當有歌仔唱出嗰時，咁你嘅心，你觀察你嘅心係點咧？跟住另外一首嘅時候，康定情歌又稍為有輕鬆少少，咁你嘅心又點樣轉變咧？好唔好啊？好啦，咁或者我哋深呼吸，可唔可以閂燈咧？可唔可以？好，唔該曬。好啦，而家我哋閂埋嘅雙眼，深呼吸，將自己完全放鬆曬。由頭開始，慢慢咁樣放鬆自己，我哋只係觀察我哋嘅呼吸，吸氣，然之後將佢呼出，將佢呼氣，由頭開始，逐步慢慢，逐步放鬆。跟住你個膊頭同人哋將佢放鬆，或者係專注喺呼吸上面，我哋吸氣，覺得個心好愉快，然之後慢慢慢慢將佢呼出，呼出嘅時候。我哋想像我哋將身體嘅一啲唔開心嘅嘢，我哋負能量慢慢將佢釋放，除咗呢個呼氣將佢釋放出去，我哋只係專注喺我哋嘅呼吸上邊，慢慢吸氣，慢慢將佢呼出。然之後，我哋感覺到個人好輕鬆，我將全身將佢放鬆佢，由個頭開始，亦都開始放鬆佢，佢個頭同樣係放鬆，佢個大腿亦都係放鬆曬佢。對那個小鬼同你講，覺得好輕鬆，或者係專注喺佢嘅呼吸上面，中間有念頭出現係正常嘅，只要我哋冇理佢，咁你就嗰個念頭就會慢慢咁樣消失嘅。大家可以擘雙，係擘大雙眼啦。咁你感覺到正話嗰個心係點啊？係比較平靜啲啊？舒服啊！舒服啲啊！咁跟住落嚟，或者大家一齊唱一首六調四人曲啊嘛，或者我帶住一齊唱啦。雪绿稻香已积存，在月牙里摇啊摇。姑娘哟，你在我的心海里飘呀飘，阳光的松。微风吹开了你的长帘，让我的从
情随那流水，不断地向你倾诉。也细数的长音掩不住我的情意，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这绿岛的夜已经这样沉静，姑娘呀，你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好了，正话唱歌的时候，我观察你的心灵，同正话静坐的时候有咩分别啊？有啲好似欣赏幅啊，好靓嘅景咁样。系啦，有个景喺度。咁其实个心已经唔同咗啦，系咪？咁跟住落嚟咧，康定情歌，睇下你嘅心又点样转头啊？一齐唱啦，好嘛？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断断溜溜的看在看定溜溜的沉默，月亮弯弯看定溜溜的沉默。啊，又唔同咗咧！头先间有冇试下去观察你嘅心咧？其实我哋人每一日咧都要观察我哋嘅心嘅，其实每一分钟都要。但是其實講真的，每個人都會忘記了我們的心，都是跟著那個景去轉，跟著身邊的其實那個景呢，是不一定有那個景，那個環境，是那個聲音啦，那個說話啦，都是那個景來的。例如你罵你啊，或者對你說一些你不喜歡聽的說話，或者很蠢啊，好聰明嘅，咁我哋都真係好開心啊！或者好蠢時覺得焗住啦。咁點解咧？其實我大家冇忘記，其實粵語文字咧係我哋祖先俾我哋一個溝通嘅一個橋梁或者媒介啊嘛。但我哋人咧係我執著咗嗰個中間個內容，咁我哋又卡咗裏邊咧，就執唔到出嚟啦，變咗係唔開心啊！其實粵語文字咧係唔能夠傳出真理嘅喎，點解咧？咁呢個同學可唔可以講啊？點解啊？其實粵語同文字，正如頭先潘老師所講嗰啲咁嘅，叫我哋唔好相信嗰啲傳言，佢哋用呢一種工具可以跟隨你哋嘅心。佢想點樣如畫大眾和點樣寫如畫大眾，冇將個真正嘅事實講出嚟一樣，都係其中之一啦。最重要因為言語文字咧嘅詮釋咧，其實大家有誤會噶嘛，好簡單。例如勤力或者負責任，其實呢度在座可能係三十位啊，三位嘅勤力或者係負責任嗰、那個解釋其實唔同嘅。或者呢位小姐同埋呢位小姐嘅都唔同噶嘛？呢位同呢位又唔同，大家其實大家個個都唔同。咁係咪大家其實所以你以為其實大家以為大家係一樣，但其實真係唔同咯。合中間係咪有誤會咧？其實係有嘅。所以其實言語文字不能傳釋真理噶嘛。咁既然唔能夠嘅，咁我哋要相信呢個言語文字，咁我哋又俾佢誤導咗咧。明明可能咧，佢唔係話我哋咁噶嘛，或者某一個唔係話我哋咁，但係我哋係誤會咗人哋意思，以為係咁。所以呢個就係要我哋去點樣觀察我哋嘅心咧咁樣。咁剛才講過嘅心由景開始噶嘛，其實冇景我哋冇心噶。今日係嚟到呢、這個，大家一齊喺度聽個阿潘老師嘅講座。咁又話景嚟嘅，跟住可能咧，大家就喺度有個心喺度，係喎，今日聽潘老師講咗，今日可能得咗好多喎，咁樣，咁跟住今日去諗啦。
咁呢個一諗咧，跟住有念頭，咁有相咯喎，跟住就你會嚟啦。所以有景就有心喺度啦。所以我哋要 keep 住一個平常嘅心，咁好緊要啊！一個平靜嘅心亦都好緊要。咁點樣 keep 住咧？就呢個就一個大家其實每日都要去做嘅啲嘢，叫如實觀。你如實去點樣去觀察、去睇呢件事咧？其實佢英文可能會覺得係比較易明解啲，叫 you see the thing as it is。你如實去觀陰台就陰台，落雨就落雨，出太陽就出太陽。我哋無需要多諗一啲嘢。我如實觀去觀呢個人，其實佢呢個人，好中意笑嘅，咁笑咯。或者佢好呢個人其實佢不嬲都會好中意講是非嘅喎。咁你清楚，佢就講是非噶嘛。咁你覺得會係覺得係 surprise， 覺得佢啊，你點會咁咧咁？因為他是他，你是你，我是我，佢是佢。其實我哋唔能夠改變任何一個人嘅嘛。其實任何一個人咧都係平等嘅。當佢今日係做唔到你要求嘅事咧，其實可能我哋同樣地係我哋嘅行為，俾人哋去諗咧，我哋都做唔到人要求嘅。所以大家嗰個中間就要有一個叫咩咧？個量大，有容乃大，要包容。但我哋心點樣做到能夠包容咧？其實要 practice， 要練習嘅，每日都要練。如果你唔練習，其實我哋心係做唔到嗰樣嘢嘅。所以我哋點樣觀我哋心咧？其實就喺我哋人生裏面一大嘅課題。但每人都唔同。但我哋點樣揾到一個適合自己嘅方法去將我哋心改變咧？咁肯定其實咧，今日大家喺呢度咧相聚一堂嚟聽崔老師嘅講座咧，肯定大家已經係有個心裏邊咧係想去改變自己嘅心，想去觀察自己嘅心嘅。呢個肯定嘅。啊，只不過個個因緣唔同啊，咁個人嘅方式方法都唔同。咁我都希望大家能夠揾到一個你哋適合嘅方法或者方式去觀察你嘅心，去改變你嘅心，直到呢個心做到越嚟越大 ，OK 啦。好啦，今日咁啊，分享到呢啲為止啦，因為我亦都要講翻曬啲醫院。我哋快啲講啦，要上大選。係咩？哎呀，我邊日講？多謝。好，拜拜。相通嘅，就算諗嘅嘢都係相通嘅。佢自己咧就會諗到一啲配合。其實我都係同佢同阿三連咧信息咧都係 WhatsApp， 都係一個起兩個字嘅啫。我哋好耐冇見嘅，其實係啊，唔係話大家一早去夾定嘅。咁呢一度咧，頭先大家去經歷啦，其實個心係好容易俾個景去改變嘅。咁我又同大家即係會諗下。有陣時喺身邊都真係，我哋中國人講話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咁啊不如意事係仲多噶嘛。我個女咧曾經問過我嚇，我女今年十歲，我個仔都大，我仔嚟緊十八歲啊，相差八年喺兩個，個仔喺大學，咁啊個女咧仲係小學。咁個女問我，佢話媽咪啊，佢話人出世。咁跟住啊，人老咗又要死，咁點解？咁唔出世咪唔使死咯？其實即係細路仔問，其實細路仔好正常喎。即係死咗，佢會即係會知難過啊，會傷心，身邊嘅人又會傷心難過。咁我哋唔出世，我哋咪唔會死咯。咁啊問得非常好。你如果係你自己嘅嚇，你嘅仔女，你點答佢哋？即係當佢哋細細個好天真嘅時候，問你呢個問題，你會點答啊？
點解問你哋？你哋有冇諗過？有生必有死嘅，呢啲嘅階段生老病死係咪？係啦，我就話：哎呀，咁要死都唔辛苦，又要老又要咁辛苦又要病，咁我哋唔好出世啦！我哋唔出世，我哋咪唔會病，唔會老啦，唔會病，唔會死咯。即係細路仔係好單純嘅細路仔，佢諗嘅係啱喎。咁我就嘗試我自己去答個女啦。我唔知佢收得幾多啦嚇嗰陣時。我就同佢講我女其實我哋。我話其實咧，就算死啦，其實係個殼咧，個肉體死啊。咁佢可能呢度佢未明係乜嘢。哇！但係我哋需要呢個肉體，我哋需要呢一個殼，我哋先至可以做到好多好多嘢。我哋先至可以，我要靠呢個身體，我哋要去做得好事，我哋可以幫好多嘅人。咁我話好似你見到媽咪咁樣啦。媽咪成日都會去能夠做嘅都會去做能夠幫到人嘅都去幫。我話我哋如果冇咗呢個身體，我哋又學唔到嘢。我話你讀書，你都要呢個身體你要有呢個身體先讀到書。咁你點見到書啊？點讀啊？你唔嚟，你學唔到嘢。我哋一定要學咗一啲嘢啦。好似而家咁樣，大家都有翻咁上下年紀啦，大家都已經係喺人生經歷已經。積累咗一啲，大家會明白。我哋如果冇呢個人嘅身啊，你又點去學嘢咧？如果大家有宗教嘅信仰嘅時候，你就會知道我冇呢個人嗰個身體，我又點去聽經咧？點去學法咧？點去學習咧？就算話冇宗教信仰都好啦，我都要有個身體，我先去學習，然後我可以做好事，我可以幫身邊嘅人。仲好今日有啲圖片俾你睇，原來你祝福咧，其實係真係有嘢俾你嘅喎，係有嘢收到。我過去咧好多次嘅講座入邊咧，我都共享過係我自己嘅親身經歷。當然我朋友都有好多佢哋嘅經歷啦。不過我覺得我自己嚟講啊，我講我自己嘅親身經歷係，我睇我自己啦，我嘅家人啦，有陣時有啲唔好或者一啲嘅意外嘅發生咧，係好快就冇事嘅，好快或者甚至乎。人哋大家都係做緊同一樣嘢，人哋遇上個意外，我哋冇事嘅，係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咁呢啲係點咧？就係靠平時咧無形嘅嘢儲落嚟啦。有句説話叫好天咧就要斬埋落雨嘅柴啦。咁當我自己親眼去睇到咧，當一個人咧，如果你真係去到病到死死下啦。佢個神智都已經唔係好清晰啦，體力都已經唔夠啦。你叫佢做任何嘅嘢，佢都做唔到，只係瞓喺張牀度，佢乜都做唔到噶啦。咁我哋能夠做到嘅時候，點點滴滴啊，當然我叫你做得好辛苦啊，哇！你連屋企都唔理啊，咁又唔得啦。咁我哋咧，所以點解學傳統文化你要兩個平衡咯？要你完全屋企都唔理我，走咗去做善事。我全心全意投入，但係屋企有老有嫩，你都唔理，咁呢個就唔合理啦。我哋做嘅時候咧，我哋都要係，其實屋企咧，我頭先一開始講嘅話，我哋好多時發火嘅對象咧就係屋企人。你唔知屋企其實成班你屋企嘅老老嫩嫩，其實都係幫助你修行成功嘅菩薩。屋企全部都係。哪怕屋企咧，可能老嘅或者亂嘅，激到你死死下，佢咪練緊你嗰個忍耐力咯。你當你細心去諗下嘅時候，你冇佢哋每一日去磨練你嘅時候，你點練到你？你要境隨心轉，個境隨你個心轉，你都要練噶，所有都要練習噶嘛。你試下嗰啲奧運啊，佢跑步啊，佢每日都練噶，佢游水啊，每日都要練噶嘛。鋼琴啊，所有嘢啊，佢哋表演啊，係每日都要練習噶嘛。我哋都係每日都要練習。咁當我哋咧屋企又咁好嘅，你屋企個個都係好，即係個個都一齊修行嘅，你完全冇煩惱啊，咁啊，你收咗好多世嘅福氣啦。你完全咧，你都本身已經係成家人都好有福。但如果有陣時你見到唔係嘅，屋企都好多嘢令到你唔順心，好多嘢令到你哎呀呢樣睇到又唔順眼，嗰樣又唔順眼，
咁你嘗試下今日嗱，你聽完之後，你轉一下個角度去睇，我好感恩佢哋，我望出嚟所有都係好嘅事，好感謝佢哋俾個機會我去修行，啊，俾個機會咧我去練習。你要不斷咁樣去練咧，你先可以練到自己嘅心境咧平和，平和咗落嚟。啊，如果有時少少少少嘢都能夠觸動你嘅觸動你嘅心咧，令到你哇個心都已經係好浮躁啊，好唔定嘅時候咧，你發覺你仲未到家，你要繼續練。咁以往咧，你可能你自己察覺唔到，你咪繼續火燒功德林咯，繼續鬧咯，啊或者係啊你繼續係唔開心啦。我哋曾經講過水知道答案嗰個實驗啊，就係、是、我知在座好多人，因為你聽過水知道答案，聽過。咁你會知道咧，嗰啲水都結晶體，你同佢講乜嘢，佢就係收乜嘢。你同佢講感謝，就算你唔講啦，貼張紙，就算你諗下啦，我哋意念咁去影響到佢結晶體都已經唔同啦。咁我哋可想而知，我哋嘅身體入邊，你超過七成都係水，我哋點樣諗，你咪影響緊自己嘅身體咯。啊，即係你諗下你自己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你想想你自己，如果你自己一路的心你都 不去修練的時候，不去擺回正的時候，其實你就一路傷自己的身體咯。上游心心剛才也講過，如果我們自己一路都不開心，你一定是名頭心錯，你一定要想任何東西。好像《紅樓夢》有聽過嗎？有沒有人看過啊？沒看過都不要緊，林黛玉有冇聽人講過啊？嘛，楚楚可憐啊，成日好多諗呢樣諗嗰樣，好多愁善感啊，啊又短命啊，咁啊佢阿即係喺個故事入邊咧，《紅樓夢》個故事下入邊咧，其實佢個角色咧就係成日都諗唔好嘢，凡事都。你發可能你而家諗起你啊，原來我身邊有個人係咁喎，就凡事就諗唔好嘅嘢，你小心會俾人呃啊！你小心點點點啊！你做親乜嘢？你可能啊，你哋好似我之前我講過話，去內地去交流下，但啲學生去內地去交流咧，全部就話我去俾人洗腦啊，小心俾人洗腦啊，咁會有好多好負面嘅嘢諗出嚟嘅，咁當。嗰、那個人成日都諗咁負面嘅時候咧，你好似我頭先講下紅樓夢啊，個林黛玉個角色咧，佢成日都咁樣多愁善感，你一定係影響個身體，個身體個血氣已經唔調和啦，成日都咁樣諗，咁佢就梗係棘住。我哋話個經絡要暢通啊嘛，有時話經絡唔通咧，就梗係咧，你有啲嘢咧就係棘住啦，嚇唔能夠通啊嘛。我哋個德字咧，德行個德字啊。大家，雖然我知大家都識個德字啦，寫出嚟咧，大家可以更加呢、這個德字咧。我的老師咧話俾我聽啦，雙喜印啊嘛，人人啊嚇，呢一隻人人咧，好啦，十四條嘅經絡嚟講係十二條啦，十四仲有任督二脈，你加埋任督二脈咧，十四條經絡咧都通一心。啊，咁呢個人咧，你一定係。你德行咧收到咁上下咧，啊你一定要德行嘅收啦。咁呢啲經絡咧自然通啦，通咧就自然冇病啦，身體就自然好啦。啊你發覺個人咧個血氣又自然好啦，樣樣都好嘅。啊咁我哋又朝住呢個方向。當然我哋而家咧，所以我點解要學習咯？啊我都係努力學緊，我都係學咗少少，不過學咗少少，我覺得哇好好喎、啊，咁我就好想同大家去共享啦，咁樣同大家一齊學習，一齊去進步。啊！咁我哋個德呢度又順便講埋，好多時咧人咧就會俾咗呢個就困住走啦，就係因為呢個貪字咧，就令到個人咧就好多嘢咧都個心咧隨個境轉咗去啦。貪字咧係今天個杯係代表財，以前杯殼係交易嘅一個即係貨幣嚟㗎啦。今天有財啫，個貪字只不過係今天。你明天咧，仲要賠翻出嚟，賠得更加多。如果今天貪咗嘅話，所以冇必要貪。貪咗你就係今天，你貪到嘅都係你本身
靚入邊有嘅嘢，你唔貪都有㗎啦，你本身有㗎。你發覺有啲人咧，硬係做咩都好順利嘅，啊佢可能佢乜都唔識啊，又唔係話讀過大學啊，哇做生意啊揾好多錢嘅喎，啊佢本身佢條命佢有咗就有啦。但如果我哋用一啲唔正當嘅手法咧，佢貪咗翻嚟嘅時候咧，啊心術不正咧，你第日都要賠翻嘅，可能賠得仲多添，啊咁所以就冇必要貪啦。好，咁我哋咧又睇啊，仲有一樣嘢想講俾大家聽。遇到唔好嘅時限，我哋一定會遇到唔好嘅事。個天其實對我哋好好嘅，你要發覺誒，個天咧安排啲唔好嘅事俾我哋，就等我哋咧，你要考答題，好似你考試咁樣要考你噶嘛，你過唔過關噶嘛？你今次俾咗件唔好嘅事你，哇、啊！你就心存幾寸啦，你就過唔到啦，你唔合格，咁咧。又同一類嘅事又會再喺你身再發生嘅。我舉個例子，如果一啲人咧婚姻咧佢出咗問題嘅，佢離咗婚嘅，如果佢唔去正視，唔去睇翻究竟當中喺我自己度有冇邊一度我做得唔好咧？啊，好似男人啊，我係咪做緊個天嗰個位咧？女人我是不是做個地呢？這裡是易經講男人和女人的角色，男人是天，女人是地，我女人我是不是安分去做個女人，做個地的角色呢？我是不是厚德載物呢？我是不是做回自己的歸位，是不是歸位呢？沒有去仔細 去想的時候，你錯了位了，你繼續錯的時候，到第二段婚姻就算來了，都會繼續是重複回，如果沒有去醒的時候重複啊、你譬如你之前因為你是地，你做了個天，你第二年婚姻你又是做了個天，今天重複你又會再發生，啊、我們這段婚姻都是會不好的收場，那你們都是即會不開心，除非有一天你醒了、哦、你明白了，然後自己有所改變，那些東西就會改變了，所有你身邊的東西、啊、我們相我們都可以看佛家入邊個相，相都可以睇你周圍身邊發生嘅事，都係一個相嚟噶。唔單止講現象，周圍發生嘅所有嘢都係一個相，展現出嚟嘅嘢都係相。當我哋嘅心改變咗嘅時候，你周圍嘢都會改變。網上邊咧都有得睇話，你打量子力學，去 YouTube 去睇量子力學咧入邊咧，都係啲好深嘅嘢嚇。我科學我都唔叻嚇，但係我諗我自己好得意，我有啲嘢我好容易明白。但是我不是很懂解出來的，但我感受，所以我希望我講的大家 都能夠即有些去即明白。 我本身我自己的人呢，我不是很厲害講話，我都不是一個很厲害、所以 我不是很厲害，有些人很懂 social 的嘛，去到哪裡懂打交道、啊、我這些全部我都是不厲害，我只是懂默默做事的人，我只是懂默默，不過我是將個心流出，我默默默默做嗰啲啊，咁有啲我唔識好細咁樣去話俾大家聽，但係即係我睇網上面 YouTube 你打量子力學咧，佢講緊量子力學咧，講緊我哋周圍咧發生嘅所有嘅事咧，你同一時間其實所有係你只係三千分之一，你係所有嘢唔可以分離嘅，所以簡單咁講啦，你今日嚟到呢一度，一定係有我哋大家有個緣嘅，吸到埋嚟嘅。你今日嚟到呢一度，所有嘢順境唔順境，唔順境嘅都係你吸到埋嚟嘅。即係大家嚟講，唔順境嘅事都係你自己吸埋嚟嘅。嚇，所有嘢發生你冇偶然嘅。咁，與其係你自己吸埋嚟嘅，你不如轉變一下個心境，好。開心咁去面對，你去感恩。我哋最簡單係感恩。我有一個磨練嘅機會啦。你轉一轉，咁你個人咪又開心咗咯。啊，好多磨練嘅機會。啊，我哋仔女成日令到我咁流血咧，感謝佢哋。啊，俾我日日可以修練。啊，就算個仔女點樣，我用一個最平和嚇、啊、平心靜氣。啊，你好好有耐性去同佢慢慢去解釋，去慢慢去講。咁。你發覺佢慢慢佢都會改變嘅，嚇！當你練到修行修得咁上下咧，就會白白地你會見到，咦？佢自己有一日你再睇翻以前，
係喎，改變咗好多喎。啊，咁啊，大家記住呢樣嘢啦嚇，即係所有好嘢唔好嘢，我哋都用一個好開心嘅。咁你就係境隨心轉。我哋要做嘅係所有發生所有嘅嘢，都隨住我哋嘅心，我哋嘅心都係睇係美好嘅嘢。啊，咁嗰啲所有嘅嘢咧都係美好啦。如果咧，你個心隨個境轉咧，你就算見到一啲唔公平嘅嘢，一啲唔開心嘅嘢，一啲難過嘅嘢，你好快就俾佢牽引住咧，啊，好快就觸動你嘅情緒咧，咁你就會人嘅行動就係咁，呢個情緒就會以致到你有個行動出嚟噶嘛。咁你個行動咧，可能就因為你做咗一啲嘅行動咧，啊，而頭先我講話火燒功德林就好唔抵噶啦，你收咗咁耐，哇一嘢發火就～發曬啦，咁就啊好唔值啊！啊咁，所以咧，大家記住呢一樣嘢。好，我哋撳一撳下一張嚇。誒，感恩一切嚇，所以我哋咧感恩咧擁，再撳一撳下擁有嘅啦，你中意嘅啦，成就你嘅，我哋感恩啦。我哋咧厭惡嘅，令到你有挫折嘅，令到悲哀嘅，啊，所有唔好嘅，我哋都係要去感恩。所以一月份嘅時候咧。啊，近雅佳老師嚟咧，我好中意聽，因為我認識佢係一個老師咧，叫我聽，叫俾我哋聽咧，佢感恩一切嗰首歌。啊，陣間都會同大家唱一唱啊，感恩一切，咁大家要感恩。其實所有嘢，當你細心去睇靜心落嚟嘅時候咧，你發覺所有嘢都值得你感恩。就算而家咧有風扇啊，有燈啊，啊所有空氣啊、水啊，有冇試過感恩啊？感恩啲空氣。感恩啲水，感恩個陽光，感恩落雨，啊，所有嘢都值得感恩。我再撳一撳啊，啊，珍惜一切嘅人和事嚇，再撳一撳啊，唔該。再撳啊，撳佢出嚟啊。咁我哋消除怨恨啦。你當你撳一切嘅人同埋事咧，你發覺你心入邊有任何嘅怨恨咧，就自然哇消咗啦，你就唔會再有怨恨啦。不會再有埋怨啊！咁你個人咪自然開心咯，咁你個血氣咪自然調和咯，你個五臟六腑咪自然咧，哇佢就自然都運作得好好咯，啊咁啊你個人咧咪容光煥發咯，血氣又好咯，好再撳一撳啦，俾大家睇一段片啊，一個書店嘅老闆同埋個乞衣嘅一個故事啊。咁陣間大家睇完之後咧，大家就會知道有啲嘢唔係你諗嘅咁，原來背後其實係幫你嘅。好，大家睇一睇先，可能熄咗燈個效果好啲嚇，唔該。你睇字幕啊？啊，我唔知佢有冇講普通話，試下開下。有睇字幕。聞到陣尿味啊！佢以為佢喺個門口屙尿。快！我哋食飯啊！
早過乞衣掛住佢添。但係各位話覺得啲死咗啊！知道個真相，啊，原來其實係嗰個嗰刻呢都係諗住報恩，嚇一路幫佢，原來係一路幫佢守住嗰個嗰間鋪，啊，原來間鋪咧就俾人咧誒，即係入去偷嘢啊。咁有好多事情咧，我哋未必睇到個真相方面。咁所以我頭先咧就話，我哋點解唔可以懷住一個好感恩嘅心，見到所有嘢都係好嘅嘢？見到所有嘢都是值得咁樣，哎，可以開翻燈，可以開翻光嘅。咁希望大家睇完之後大家更加珍惜。其實我哋今日喺度咧，可以喺度聽課，可以聚埋一齊，都係一個福分嚟嘅，係一個好，都好難得係我哋之前我哋大家收我哋嘅緣咧，然後我哋可以聚埋一齊，咁就要珍惜。成日都講話活在當下，活在當下，聽就聽得多啦。你是不是真的活在當下呢？如果你真的活在當下的時候，你很開心，是每一分每一秒呢，哇，你都覺得是值得感恩的，是很喜悦的。好，我們再按一按。老子說了，禍是福之所依，福是禍之所伏，孰知其
奇極咧，你見到係禍嘅時候，其實可能咧嗰啲福咧，其實嚟緊啦。你以為係唔好嘅事，係你見到係好好嘅事咧，見到哇而家乜嘢都好順利咧，咁你就放鬆咗啦，你就唔再去修行啦，你就再冇呢個感恩嘅心啦。自己乜都有嘅時候，你就好放肆啦。殊不知，原來就係禍嘅開端啦。嗰啲禍就向住你嚟緊啦。咁所以無時無刻，其實行善積德唔係話有錢人啊，或者係窮人啊，係所有人都應該要去做。做咗咧，自大嘅得嘅係自己。我好深感受，所以我係好想大家，大家都一齊，好似我咁開心啊！好似我自己去感覺，我自己睇到我自己嘅進步。尤其是我今年停咗落嚟，由我之前嗰份工作啦，我辭咗職。咁當然我當中都有啲嘢係唔開心，所以我辭咗職落嚟。但我仍然好感恩。如果唔係當中發生嘅好多嘢啊，種種嘅事，令到我選擇咗停落嚟，我又唔會，因為其實我停咗落嚟咧，我身邊就實在有好多好朋友啊，咁我亦都有好多更加多嘅機會去做佢更加技術積福，亦都可以有時間去照顧我爸爸，去同我爸爸。我爸爸佢唔係咁明我，所以你哋嚟我有時講，我睇你嘅眼神啊，我覺得你哋好明白，我感受，我都用個心去感受。我覺得你哋好感動，我都相信你哋翻到去，你哋會將即係啲信息同屋企人分享。尤其是頭先有啲嘅圖片啊，頭先同你哋講嘅。如果頭先冇睇過咧嘅圖片咧，你問一下，陣間我哋食飯嘅時候交流一下，同你講一下，哇！原來啲福唔係即係個個都截到㗎，原來係會有啲人咧係會跣走㗎。啊，咁所以咧一定要自己收入邊。當你入邊收得好好嘅時候，你入邊有一個感恩嘅心，心存感恩，你入邊好喜悅。那些福就落得多的、一路落下來，一路收，那你就一路積一路積、如果你心裡面呢你又還很埋怨啊，有很多不開心啊，那 你其實你是會或者甚至乎晚餐收不到的、就算有些好好的東西你都會有障礙令到你去不到，就算你想做一件好事啊，你說、做好事好像很容易，有些人呢就算你想做一件好事都有障礙，不一定讓你做到的，能夠做到好事，你能夠有機會給你行善，都是你有福氣的人才可以做到的。大家留意的時候，你回去慢慢想想，你能夠有機會行善積德，都是你有福才可以行善積德，不是個個有機會可以做到的。有些人是做沒辦法給他做的，或者生得有多，或者很多障礙令到他做不到的。那我們又按下一張，所以我們要感恩一切啦，我們一起呢就請近雅佳老師出來，我們一起唱首歌感恩一切。如果大家記得那個動作，大家呢又近雅佳老師就用我手語一下，同埋唱啦，大家應該做咗幾多位識唱嘅舉手啊，幾多位識唱？唔識唱？哇，好少嘅，唔緊要，跟住唱啦，唔識唱你就跟住唱啦，識做手勢嘅可以一起做啦，好啦，唔該。
感謝大家嚇，感恩一切嚇。好啦，咁下一張嚇，唔該。下一張之後，最後一張係每一次。我今日準時啊！我上次超個時間，今日準時。每一次咧，最尾我都俾呢一張大家睇嘅，就係生命的價值能夠隨住人嘅認識而改變。啊，哪怕我可能昨天嘅我咧，仲係有啲嘢做得唔好，或者今日聽完咧，對比翻自己，先發覺，原來我有好多嘢都做得唔到位嘅喎，唔緊要。我哋只要做到，我哋今日聽完咗之後，喺我哋自己點點滴滴，我哋自己一路改變。我哋今日做到比昨天好，咁我哋今日咪進步咗咯。然後我哋再過新嘅一日時候，我哋每一朝擘大眼嘅時候咧，朝頭早擘大眼嘅時候，我哋就懷住一個好感恩嘅心情，哇，好開心啊！又新嘅一日嚟啦，我又有機會俾我去做好事啦，我又有機會。只要你仲活喺呢個世界上，啊，只要仲活著。只要你仲有氣有力，你仲能夠做到好事嘅時候，你就能夠為自己積福啦。唔只係為自己，亦都係為緊你身邊嘅人啊。當我哋再諗遠啲嘅時候，再諗大啲嘅時候咧，我哋諗成個家開心啦，成個香港啦，香港都需要大家持一個正念，香港都需要和諧，我哋嘅祖國都要和諧。大家再諗咧，再諗遠啲咧，世界都需要和諧。而家都好多國家。國與國之間的戰爭，不要想這個都不關我的事，在第二個國家我不去那個國家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的心能夠做到連其他的國家你都愛埋的話，那你就看到自己，又進步了，我們整個世界，記得今年，或者遲些嘗試找一下，看看，三寶呢度揾下嗰蚊個條片咧，就係、習近平主席，因為我老師播俾我哋睇，佢喺元旦嘅新年賀詞入邊咧，佢有句説話咧，就係講緊話都希望唔單止我哋諗，頭先我都諗緊世界嚇，我哋嘅習近平主席係諗到地球，諗到宇宙嘅和諧嚇。呢句説話咧喺佢嗰個元旦嗰、那個。那個字詞入邊咧係有嘅，佢諗得咁大，你諗下嗰個層次幾高啊？唔單止係諗國家，諗成個地球，諗個宇宙都係和諧。所以你話我哋咧，我哋有個咁好嘅咁嘅人嚟做我哋嘅領袖，我哋係幾感恩咧？所以我哋一定要，我哋要愛我哋自己嘅文化，我哋要因我哋自己係中國人。而感到驕傲，我哋能夠學到中華傳統文化係有福嘅人先至可以學到。有好多人想學都學唔到。我哋本身我哋仲要喺中國嘅地方出世，我哋好感恩能夠學到。咁今日都感恩大家咧，去聽我講啦。好，感恩大家。咁加班嘅時間俾何小姐。